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又是宠物可以升五星，上级贝利，然后升了之后可以拿到七星宝物帝王的头盔。兽人暴击伤害增大，缩短任务时间。勋章，这是什么？峰会袭击中士兵的攻击力增加。啊，然后他拿到碎片的方法就峰会任务的峰会 BOSS 战。这边吧。那这次对不对？上级贝利。然后还有。世界 BOSS， 好，现在一样没有开。好吧，大概这样。